小生傅鹏见过姑娘。小女孙玉娇见过先生。先生何往？进京赶考。外面的世界可好？那当然，繁花似锦。日后我考取功名，带你走出大山，去看世界。真的吗？那我太幸福了。玉娇，玉娇，你娘在吗？我娘她早上去法门寺看佛了。婶婶有什么事儿？这位是？这位公子，他进京赶考，口渴，路过此地。嗯，路过，口渴，口渴。口渴？不光是口渴吧？玉娇，你幼年丧父，孤儿寡母，甚是艰难。既然这位公子自己寻上门来，你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吧。你都快二十了，老身就给你们保这个媒。小生还要赶路，暂且别过，姑娘好生保重。相公请便，玉娇等你回来。大哥，请进。今儿看看这票，油水可真不少。是啊，痛快。晚上好好喝，坐，大哥。娘，拿几副碗筷来，打开。好。劝你不要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哦，娘，这是孩儿孝敬你老人家的。真好，这真好。那你们吃，我去做几个菜来。好好好，快点啊，快点。谁家姑娘要出嫁？孙家庄孙玉娇。孙玉娇？兄弟，真有你的，好。干！好！吃！好！喝！喝！We'll be right back.
想要你，别出声，要不然我弄死你。你们干的好事，你当父，你又干臭事。大哥，大哥，小弟一时糊涂，干了坏事，还望大哥宽恕，放小弟一马。放你一马？你侮辱了我的婆娘，我凭什么放你一马？大哥，这是一百两银票。大哥，改日再给你一百两。呸！淫贼，畜生，不知祸害了多少良家妇女，我今天非拿你去报官不可。老东西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淫贼，你还有理了你？此炉来历不明啊，出现在我家，我有口难辩。再说，我屡有案底，不如。
星儿。哎。星儿，把那堆垃圾扔到咱家那朱砂井去。为何无故缉拿我爹宋国士？
是故人来。去年四月初七，你带领三名捕快高手与我在华严寺狭路相逢。三名捕快战败后，你我大战了一天一夜，未分胜负。关中第一神捕，洪拳宋巧娇，无以止戈，以德报怨。黎明时分，玉佛节法事开始，我提议休战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宋巧娇，你以为灭了关中第一神捕，我赵连就拿你们妇女束手无策吗？幼稚天真，宫门捕快多如蚁，螳螂挡车，你真是自不量力。
女，老实待着吧。真是刁女，居然能灭了关中第一神捕。妹妹，你这些东西从何而来？都是玉帝哥哥照顾我，他们老吃我豆腐。妹妹，想开些，坚强些。昏官，贪官，我宋国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，岂能像赵连这种昏官低头？大哥大哥，这是100两银票，你收下打点打点各位大哥，以保小弟早日出狱。那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没想到小小的牢狱竟有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。糟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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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散去，兄弟们乐呵去吧。好了好了。年轻人，你书读得多，江湖上的事经得少。世风日下，
人心不古，腐败横行，诚信缺失，物欲纵横，律法不全，公平何在？正义何存？请同气啊，请老爷啊，马师爷笑纳。哦，你那子，本县自有安排。多谢钦差大老爷啊，谢过马师爷啊，谢。嗯啊，我只是活动一下筋骨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就是个囚徒。小女子自幼习武。习武？哼，那我让你今天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功夫。老实站着，别多事。妹妹，不如你也习武。习武有什么用呢？健体，防身；理智，助人。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你不必担心，你我情同姐妹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思索你我的案子，总感觉存在某种内在关联。只有找到你舅父舅母的头颅，才能够找出所有凶手，你我的案子才会彻底查明。
雅丽，这是我们上个月赌场、妓院和烟馆总部的收入，请您过目。总利润多少？12000。嗯。衙内，这是刚搜集来的美女，请您过目。刘平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这些歪瓜裂枣的东西，全部送到厨房干活去。衙内，这些美女是我和大哥辛辛苦苦找来的。你大哥盖清谦？是的。就是那个土匪头子。是的。刘彪，帮我问候你大哥，及时交上保护费，本衙内我可担着了，帮他擦着屁股。衙内，老爷数月前审案收进来一美貌女犯，名唤孙玉娇，容貌秀丽，身材姣好，着实迷人。宋玉娇，他人现在何处？起来吧，起来。宋玉娇，提审了。好。难道头颅找到了，如身合一了？又不提审你，与你何干？你多事。去去去去去。玉丽哥哥，今晚提问我，有何事啊？这不让说。玉丽哥哥，平日里你待我不薄，今晚这是怎么了？县太爷的公子赵衙内看上你了，今晚叫你去侍寝。是，进来。这她是？她是我姐姐。你姐姐？简直就是个美人胚子啊。
美人，美人，美人。师，师父，阿弥陀佛。大师，请收留我们入寺习武。我父宋国士遭昏官赵连栽赃陷害，身陷牢狱近一年。我的舅父舅母被恶人双双杀害，二颅难觅。糊涂县令赵连便抓我顶罪。昨夜我们二人设法逃出了监狱，我们立志苦练武艺，誓死报仇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佛慈悲，度一切苦厄，芸芸众生。赐法名空色，色空，你们二人要好自为之，力求加持。舍一字，舍不一空，空不一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一字，是诸法空相无生。我把本土母亲多好。
天地阴阳分雌雄，身之男女本天生，自强不息逐日月，女身男心亦英雄，自古女子不输男，五彩缤纷半边天，女身男心真英雄，敢教日月换新颜。师父，阿弥陀佛。空色，色空，你们二人入寺习武，专攻洪拳近两载，武艺精进，你们下山去吧。弟子不走，终生愿做佛前一侍女，海王大师继续传授武艺给我们。是的，师父。阿弥陀佛，去吧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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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红尘恩怨皆有定数，缘起自来，缘灭必去。刘彪身在何处？不知道。说，说不说？不说，信不信把你的舌头割了？说，说说，我说，说。他和盖青天在一起。盖青天，他的老巢在哪儿？不知道。说。说，说，我说，在中关山葬花谷。追，追。受死！要见大哥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
我认得你们，都是玉吏。算你识相。官匪勾结，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，不得好死。现闪，小弟挡着。美人儿，来吧。这山寨只有靠吊索才能出入，你怕不怕？怕就不来。名将力索藤缠树，飘摇傀儡魂难归。自我迷失，我非我，无我丧我，我是谁？
Thank you.
我，盖晴天逃入藏传寺了。佛祖有知，天网恢恢。民女宋巧娇、孙玉娇有冤要申，候着，待我禀报太后。太后有旨，宣二民女进殿。大胆的民女，擅闯皇家私院，该当何罪？太后，九千岁，民女确有冤情。陕西本地县官赵连贪赃枉法，颠倒是非，假公济私。下跪何人？与案何干？本案元凶之一盖晴天，关中悍匪，他与副手刘彪连杀两命，且长期勾结官府，蛇鼠一窝。民女的舅父舅母正是被此二人杀害，还望太后九千岁为民做主。可有状子？有。母后，法门寺乃是千年名刹，景致甚佳，孩儿陪您去游寺，可好？罢了，哀家自去。你要好好断案，莫辜负这两位女子。左右，升堂，宣赵连刘公道义该。
等进殿。草民拜见九千岁。赵连，如此明了的案子你三年都断不清，朝廷养你这种酒囊饭袋有何用？这也不能完全怪我爹啊。住嘴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纨绔子弟不学无术，尔等还不从速如实招供。大人，我招怎么没有？赵连，你收了钱还不承认？你给我吐出来！不给钱，你还给我！放肆！公堂之上吵吵闹闹，还有大明王法吗？贪官、刁民，非要我请出尚方宝剑吗？你有尚方宝剑，你可知我之神器？快来！我这丹书铁拳，来自我的太祖爷爷赵匡胤，上可遮天，下可覆地，五行不侵，五行不加。小可免罪，大可免死，代代世系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一派胡言，谬论，来啊！赵连，你这狗官，糊涂多安，害我坐牢，陷害无辜，冤案冤狱，荒唐！怎么，我断得不公平吗？公平个屁！你就知道受贿，你还我钱！一夜三尸两头颅，两岸三命七世主，你一样都弄不清，却公报私仇，嫁祸于我。没找到两颗头颅和宋心儿的下落，缺乏关键物证、人证，就敢胡乱定案？咦，这个聚仙观空明真人道。九千岁在此断案，贫道特来讲述一个别样的故事。后院朱砂井内，空气淫乐蹂躏，我们二人出家前都是受害者。一个暴雨之夜，井内水位上升，借助浮力。
就是我跟刘彪的孩子。胡编乱造，异想天开，何以为证？就是，案子审不下去了，你们和尚帮道士，道士帮和尚，蒙谁呢？那只有滴血验亲。此案的症结就在于这孩子的身世。哦，荣了，刘彪才是凶手，都是他干的，与我无关。胡说，赵衙内，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？这反倒证明我是清白的，无辜的。姐姐，赶紧你跑了。昏官混账，哄闹公堂，藐视皇威，成何体统？请出佛门至尊宝。佛说来世，人看眼前，谁是因果有循环，佛因魔生，莲出泥潭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三魂七魄归本然。阿弥陀佛。案情大白，沉冤得雪，元凶被逐，中恶伏法。宋国士傅鹏无罪，当请释放。
九千岁明鉴。书生进前。呀！你对孙义教是否真心？真心。我们是真爱。孙义教，你呢？我也真心。赐富鹏，孙义教当场完婚。阿弥陀佛。